We've been asked this question about whether we would boycott because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Xinjiang.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公開表示，由於新疆嘅形勢非常敏感，佢非常不可能明年去中國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由於北京被批響新疆及香港等地侵犯人權，拜登政府亦都正在同盟國磋商，希望對北京冬季奧運會採取一個共同嘅立場。拉布星期四接受英国天空电视新闻台广播的采访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英国的约翰逊政府一直不愿意附和反对党工党提出的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政治抵制的要求，但是拉布则是表示各位内阁部长可以决定降低英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上面的政治能见度。在被问及到他明年是否会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拉布坦言他又很怀疑，他紧接着说，当然新疆形势之类的事情非常敏感，我们是将会在政治外交层面来决定我们和与会的政治代表的层级，我亦都是非常之不可能去。英国议会上个星期通过了一个无约束性的议案，呼吁英国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